好，所以里面今天晚上我跟中山他现在拍我的照片，我不是照片是影片，所以谢谢中山。可是我们现在在拼酒吧，我觉得好像非常棒，所以我们会给你们看看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走吧。啊，这个酒吧叫什么名字？就是海豚酒店，不是 Dolphin Hotel。哇 ，Dolphin Hotel， 对、啊，很有意思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Steven， 我的中文名字是蜜蜂。哇，很棒。好啊，你们 ，Let's go。Very good. Dance, dance, dance. 也是什么上我出的这个出的没有出版。没有名字啊？没有名字。就是我们这间店的名字叫做海豚饭店，英文就是 Dolphin Hotel。对对，那这一间它不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bar。它除了卖酒以外，还有卖一些调茶啊什么的。它主要的特色呢，它是我们两个是学生，对，我们现在是大学生啊，大学生，19岁，然后20岁。哦，对，所以我们可以跟学生就玩的玩在一起啦。啊，那以后我们这边。就是这边的客人，他们也都是大学生啊，就是在台大、国北交大的附近的学生，对对对。哦，那比较特别的是，这里所有的装潢都是我和他一起弄，Steven 也有帮忙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这些都是我们弄的。然后楼上的画啊，那些是我们请别人帮我们画。不过这个墙壁啊，那些灯都是自己用，就是后面。对，好厉害。OK， 谢谢你们。我以为你在准备商业竞赛。